今天呢、我们看见大卫对扫罗所行的。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一直讲到大卫和扫罗的故事，那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呢？我们又不是主日学啊，圣经的故事当然我们都需要知道，但是我们也更要知道后面属灵的意义。扫罗是表示着或者表征着所有属肉体的基督徒，要搞清楚啊。扫罗是一个得救的，应该哈，因为他被神所高，就像我们今天新约时代，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旧约的膏油就是新约的圣灵啊，我讲过了哈。所以旧约的膏油膏抹在那个人身上，就表示新约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讲清楚了吗？扫罗是一个做王的，也表示圣新约圣灵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与主一同做王，听清楚了啊。我们虽然很不行，但是主的命定是我们将会与主一同做王。所以扫罗的一生也就是基督徒的一生，扫罗的表现也就是基督徒的表现。什么表现？属肉体的表现。好，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属肉体啊，一讲属肉体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其实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是在肉体里面，我们都是一个肉体的人，不是基督徒啊，我们都是一个肉体的人。什么叫肉体的人呢？什么都根据我们天然的做法、天然的思想、天然的观念去做事。这个天然跟世界有关系，世界怎么叫我们？比如说以前的人啊，毛主席的时代啊，人没有那么贪钱的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，一方面也没什么钱，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教育没有叫我们去贪钱，我们是为着革命，为着理想，要何必要钱呢？钱是臭的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呢，社会变了啊，我们叫往前看，也这个钱也是那个钱啊。好，所以呢整个社会都贪了钱，所以我们从小的教导都是什么都要先看什么利益。所以呀 这个当然为革命也是一种肉体，为钱也是一种肉体，这就是旧的观念。请注意啊，这个旧的观念是社会是当时的时代带给我们的啊，所以没有什么洗不洗不洗脑，所有的社会都洗你的脑的啦，看洗哪一种脑啊。但这个就叫肉体，清楚吗？肉体不光是我们看得见这一块肉体，更是一些旧的观念、旧的思想。为什么说旧？如果对没信主的人讲，没有新没有旧，就是他们的思想，是吗？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，为什么把那个称为旧呢？因为信了主之后，一种新的生命、新的思想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这个叫属灵的思想，这个叫属天的思想，一种从天上来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开始有神的看法，我们的坐标看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价值观从天上来看自己了，从天上来看这个世界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基督徒开始学习，又眼光变了，所以对于钱的观念也变了，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观念。所以扫罗代表那种属肉体，就是带着旧观念捆着他，完全跟没信主的人一样的观念，叫属肉体的基督徒。那么大卫呢，就代表用天上的观念来看，代表属灵的、代表属天的一种基督徒，这样清楚吗？一种叫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一种叫属灵的基督徒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把这些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这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观念啊，这属肉体的、属灵的啊，把这些讲得很清楚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借着扫罗和大卫的关系，开始讲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，其实也是这两种基督徒或者这两种的思想的一个
冲击、战争、追杀。所以如果你的家里啊有一对夫妇，通常啊都是一个比较属肉体一点，一个比较属灵一点点，或者普遍这么来讲了哈，都是丈夫就比较属肉体一点点啊，普遍的啊不一定哈，这个妻子比较爱主，就比较属灵一点点啊。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特别提到，通常都是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啊，意思就是说两个都基督徒啊，你不要说以为嫁给一个基督徒你从此就美满快乐，不一定哦。嫁给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丈夫属肉体的话，你也要受很多的逼迫，但是你要学习忍耐。大家都是做王的，学习做王的啊。扫罗13年之久逼迫大卫，大卫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大卫不是说成立叛军啊，跟扫罗打，就表示一个妻子，一个属灵的，不是必定是妻子了，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如果被属肉体的基督徒逼迫的时候，他不是准备跟他打，不是讲一堆的理由，我没有害他，我这样子不行啊，你这样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他没有这样子。你看啊，后来大卫，他聚集了有400人，不是他聚集的，是那些人去跟从他的啊，后来增加到600人，而且啊。后面我们以后看见个个都是勇士，以一顶敌百啊，哇，每个都很武功高强的哈。好，大卫没有说你看我都是武士啊，我要成立一个敢死队要刺杀扫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追杀我，我应该把你到皇宫里面把你杀掉才对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大卫没做这个事，就等于如果今天你被属肉体的基督徒逼迫的时候，你不是明火执仗的跟他打起来，不，没有，大卫怎么样？逃避，大卫沉默，大卫谦卑，所以他跟扫罗刚才讲那番话，他是脸伏于地跟他讲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实际的哈，扫罗怎么向他追杀啊？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叫马云的旷野啊，马云这个字很好记啊。好，这个那个可以说啊，大卫被追杀的那个范围啊，遍及整个今天的以色列，当时叫犹大，整个旷野地。他们当然有城市，但是大卫只能跑到旷野去，所以大卫的策略是：你追我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走了，我只能逃命啊。所以大卫是一直在逃的，逃难阶段，就很窝囊哈。他带着他600个勇士一直在逃哎，他不是带着600勇士啊，他跟他拼哎啊，没有哎啊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他服在神的手中。大卫为什么要逃？大卫难道没有能力是反抗吗？大卫看见神，如果你追杀我，那证明神兴起一个环境，那我不能跟你对打啊，神没有叫我跟你对打。就等于一个属肉体的丈夫要逼迫一个属灵的太太，那个太太说离婚，天天离婚，我就要跟你离婚，那都没有啊，他没有啊，那我就忍受啊。所以这就是大卫的表现啊。所以第一个阶段他被追的这个就在马云的旷野啊，一直跑啊，一直跑。好，那么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啊，跟随扫罗的那个勇士那个兵啊去找大卫了啊。那么有人呢通报大卫，哎啊，他大卫就跑到岩石恐怕是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啊，磐石哈，啊，他住在马云的旷野啊。好，他跑到那个地方啊，叫马云的旷野啊，旷野就是沙漠了啊，就是有很多山洞的啊，那个沙漠不光是平，还有很多洞啊，所以大卫就好像一个兔子啊，一直躲在那个洞里面啊，这个狡兔三窟啊，就转来转去，那些洞很大啊。好，扫罗听见啊，就在马云的旷野追赶他了啊。这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扫罗在山的这边，大卫和跟随的人在山的那边啊。如果用天上直升机拍下来，就等于一堆人在这里跑，一堆人在那里跑，一直跑，但是也看不见，是不是？看不见他在哪里，一直追啊。好，那么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啊，因为他四面围住，大
到一个地步啊，因为扫罗人多嘛，啊，慢慢把这个就围起来了啊。好，快要抓住了，忽然有人报告扫罗说：“哎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啊，请王快快回去啊！”这个是神兴起环境来救大卫了。明明快要四面困住啊啊，四面啊受敌啊，这个保罗所讲的却不被困住啊，快要抓到了。哎，忽然，这个非利士人来犯境啊，来抓啊，来出事啊，所以扫罗要赶回去了啊，所以就回去啊，攻打非利士人啊，那是第一个阶段啊，快要被抓到了哈、啊。我们知道神多次救大卫了哈、啊，包括整张床搬出去啊，那个扫罗啊要在床上亲自把他打死了哈、啊，结果是啊那个。大卫的太太米迦哈、啊，把他救走了哈、啊。好，这是到旷野也救走了哈、啊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，马云的旷野的追杀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叫隐基底的旷野哈、啊，要跑到隐基底去了。我们再看啊，那扫罗啊打完了非利士人回来了啊，那有人就告诉他，哎，大卫跑掉了啊，不在马云的旷野了，跑到隐基底的旷野了啊，是另外一个地方。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啊，这个是精良的部队哈、啊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啊，又是另外一个地方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啊。那么好，到处找的时候哈、啊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 GPS 啊，没有什么哈、啊，就只是靠情报啊来追啊。到了路旁的羊圈在哪里有洞，那么扫罗啊追到的时候就也许肠胃不好啊，就进去大解了啊，在洞里面哈、啊，啊，你懂这个意思啊？那么好，刚刚呢，他进去那个洞就是大卫和跟随的人躲藏的洞，那真是很奇怪啊！你进去不找他们闻到臭还怎么样了啊？他们就哎，他躲在洞的深处。那好，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：“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。”你看啊。我们刚刚在这个洞，他就刚刚跑进这个洞来大便啊。那好，你可以任意带他。你现在如果一个人在大便呢，你要杀他就很容易了，是吧？没有，他一定刀啊、枪啊，什么都放下来啊，盔甲啊，什么等等啊。好，你如今时候到了，好，所以大卫就起来了啊。但是，他没有杀扫罗，他只是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哇，这个人在大解的时候啊，人家割他的衣服他都不知道呵呵，割下他外袍啊。那后来呢，割下了之后，大卫的心中自责，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襟啊，他就好像不好意思啊，把他的袍子割烂哈、啊、那拿了一块破衣服啊，那就对这个大卫跟随的人说啊啊啊就啊啊就跟自己的部下讲啊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啊！本来他的手下说你赶快把他杀掉，结果他去到割下他的衣襟，然后对自己那个部下讲，我不敢害他啊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。那么大卫就用这个也拦住跟随他的人啊，跟随他的人说、哎、你怕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那我们不怕啊，你不敢杀，那我们去杀行吗啊？但是大卫也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啊，所以扫罗后来呢，就没事了，啊，大便完了就从洞里出去，继续去追杀了啊，呵呵呵，不知道，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呵呵好，那随后呢，他又出去之后呢，大卫就出来了啊，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了，啊，然后就说我主，我王啊，那扫罗才回头看，啊，回头看就是我们刚才啊那一段，大卫啊。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啊，就能跪在那里，脸铺在地上啊，说啊，这个大卫就对扫罗说了，你为何啊？大卫说啊，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听人家的谗言啊？人家是抹黑我啊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，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啊。好，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
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啊，这番话他是脸伏于地讲的。好，然后叫他父亲了，我父啊，你看你外袍的衣襟现在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，我没有杀你啊。如果我可以割你的衣服，当然可以杀你了啊，但是我没有杀。因此你知道我没有恶意来叛逆你，你虽然猎取我的命啊，但是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也很清楚了啊，很清楚啊，大卫明明有机会他灵像割下衣襟成为证据，我可以杀你，我没有杀你啊，脸伏于地把这个讲出来了。好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背这一段了哈。讲完这一话啊，那个扫罗就认得他的声音了啊，这是你吗啊，然后就放声大哭。可见扫罗这个人啊，天良未泯。如果是基督徒，你是即使是属肉体的，你还是有灵在你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摸你的良心，你知道我啊，我虽然以恶待他，他却以善待我。今天显明你以善待我，是因为耶和华把我交在你手中，你却没有杀我啊，所以你是以公义待我的啊。所以他一下子良心触动。以前扫罗对撒母耳也曾经认罪，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求你为我讲几句美言抬举我，那是一个政客的所为，那是假的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他的认罪是真的。但是请注意啊，他的认罪他没有向神认罪，他只是向大卫认罪。他是天良发现啊，我一直追杀你，为什么呢？讲回头讲啊，我们讲过好几次，大卫是扫罗的祝福。从他的心情郁闷症，大卫为他医好；外患非利士人，大卫为他平定。所以从里到外，大卫都是扫罗的祝福。所以扫罗没有任何的动机和理由来恨大卫的，是吗？没有嘛，啊，他明明是一个对我是好的，祝福我的，一切都为着我的利益的。但是为什么扫罗过不去，一定看他不顺眼，要追杀他呢？我记得哈、啊，以前呢、啊，在香港，香港是一个几十年前呢、啊，是一个很贪污的地方。尤其是警察啊，因为警察有权力，警察要贪污是很容易的。所以你当一个警察，你说哎，我要很正直的当一个警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怎么不可能呢？你们贪污是你们的事，我当一个正直的警察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很自然的，每天你要换衣服啊，这个上班到了警察局啊，到你自己那个柜台啊，这个更衣柜里面啊，就拿你的衣服啊，拿你的东西。很奇怪啊，每一次呢拿了衣服呢，就有几百块啊，就摆在你的袋子里面，自动的哈，啊，天掉下来的，奇怪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贪污的制度。好，如果有一个警察说我很正直，这个钱不知道哪里来的，我向我的上司讲，哎，上司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忽然多了几百块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，恐怕穿错衣服了，我还，你帮我找一找谁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会有什么后果，你知道吗？那为什么我那么正直，是不是把钱交出来，我明天不要干呢？你如果你还是这样干的话，不光是明天你不要干，连你的命都没有了。哎，好，那我就问你了，他这个正直的警察，他做错了什么事？有哪一点他违反法律了？他为什么连命都会可能没有呢？为什么呢？他得罪了谁呢？他没有害人啊，他哪里害谁啊？我拿你的钱我就害你，我给你钱我害什么你啊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，为什么他可能连命都没有呢？他的出事不是因为他不好，那是因为他太好。
不是因为他奸诈，乃是他因为他太正直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当你正直的时候，你就会影响到一些人看你不顺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狡诈的人，他要得他的利益，你没有跟他抢利益哦，但是你在那里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绊脚石，就是一个大石头挡着他，这个叫挡人财路，你清楚吗？同样的，对于权位也是一样。大卫他也不是我要求做一个王，我要叛逆王，不是，乃是神借着撒母耳高他为王，他完全是被动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在这里就对当时的王就是一个威胁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所以对于大卫来讲，他还是很无奈；对于扫罗来讲，就有一块东西不是大卫怎么害他，乃是大卫坐在那里对他来讲就是一块东西挡着他啊。所以这种心理，这真的是一个心理描写的故事啊。所以当扫罗看见大卫，是的确你没有害过我，的确你也没有想杀王，你也没有想为王的野心，什么你都没有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你我就是受不了。所以当大卫说我没有杀你，你看我可以杀你，我不杀你，他放声大哭，他忽然觉得，哎呀，我变成一个什么魔鬼了，我以前何等的谦卑，是不是？但我现在怎么变成一个魔鬼呢？啊，所以他放声大哭是有理由的。但是请注意啊，这个放声大哭的人如果没有解决他里面那块东西，他回到家又怎么样啊？又想不对了啊。所以是不是因此他向大卫悔改过了，跟大卫讲，哦，愿耶和华啊以善报你，就解决问题呢？没有解决问题。对属肉体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不是没有道歉啊，不是没有说对不起啊，不是没有向他所逼迫的那个配偶这个谢罪哈，这个或者报答他啊，但是一到一个地步他又受不了，有一块东西又梗着他了啊。所以这是隐基底的旷野所发生的故事。第一段马云的旷野，神来救大卫；第二段大卫不用救了，大卫可以报仇，可以除掉仇敌了，但是他没做这个事儿啊，这是隐基底的旷野。好，第三段我们看另外一个场景，到了西佛啊的旷野啊。好，西佛人啊，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外族人哈，他出卖大卫啊。他想拿啊，因为也许啊，扫罗是悬赏大卫的人头值多少钱？那西湖人啊，他说好，那如果能把大卫卖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赚到了哈。所以他就打报告啊，去基比亚见扫罗啊，说哎，大卫就在我们那附近啊，旷野前面，我们那个旷野前啊，哈基拉的山长的啊。于是你看啊，这发生西佛旷野的时候已经是隐基底旷野之后，扫罗向大卫认罪之后的事了。但是对不起，扫罗还是要追杀他，还是要抓他啊。所以扫罗起来又带领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了哈，这是第二次啊，不，这是第三次了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啊。好，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，在道路上安营啊，就在路上，他们就安起营房来了哈。那大卫当时住在西佛的旷野哈，听说扫罗在旷野来追寻他，就打发人来探听，就知道哎，扫罗果然又来了。本来以为他认罪了、悔改了就没事了，是吧？如果又来了 ，OK。好，大卫和亚比帅啊，这是跳了几节了哈，这个亚比。这怎么读啊？塞啊，亚比塞啊，就是大卫的大将，是大卫的手下啊。那么第三行那个亚尼尔呢，就是扫罗的大将，啊，两个国防部长都在那里了啊。
大卫和亚比哉啊，一夜间啊，他们大卫听说扫罗来在营地里，他胆子真大，他就跟他的那个大将啊，两个人一夜间就摸到他的营里。好，当时啊，就见到扫罗就睡在辎重营啊，辎重，就是运输的是吧？运输营哈、啊，这个睡在那个营里哈、啊。那么他的枪就摆在他的头旁边啊，就把枪就插在那里就睡觉了啊。好，都蛮艰苦的哈、啊，为了杀大卫都付了很大的代价、啊。好，亚尼尔就是他的大将了，扫罗的大将啊，和百姓啊。就是他的属下而人呐、啊，都睡在他周围，保护他啊，保护他啊。好，亚比塞就对大卫说：“哎呀，现在他们都在睡觉哎，你看，一个睡觉，一个大便，都是我们平常都要做的。但是神就借着这两次最不经意、最平常的生活的机会，让他可以杀扫罗啊。”就对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容求你容我。这时他说：“哎呀，大卫还是下不了手，我来啊，拿枪让他刺透在地。”那虽然跟打都不用打一次，所以他就说一次就行，就不用再刺了，一下就行了啊。那多简单啊，一秒钟解决问题啊。好，大卫不行，对亚比塞说：“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而无罪呢？”啊，这个。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心理啊！大卫敬畏神，扫罗是神所高立的。我们常常说，虽然也许有属肉体的基督徒逼迫你，但是请注意啊，你不能小看他，甚至你不能咒诅他，你不能害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所得着的，是耶稣基督来用宝血也买了他。所以虽然他很坏。基督徒也有很坏的啊，但是我们不能害他，甚至我们不能小看他，因为也许有一天他会向神悔改，他整个就改变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好，所以大卫以旧约的讲法，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所以我不能杀他。如果我杀了他，也许我有一百个理由，但是我得罪了神，因为神高立的人啊。好，大卫有一套讲法的啊。大卫就说了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这个坏的基督徒了。如果今天的讲法，他被耶和华击打，也许他死掉了，或者死期到了，或者出战阵亡，那是神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如果他出战阵亡，或者他死掉，或者他病死，那都是神来击打他。但是如果我在耶和华面前，如果我伸手害他，那就是我的事了。清楚这个分别吗？”好，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，我们就走。不是贪他的枪，贪他的水，是立下一个证据，我本来可以杀你，但是我不杀你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拿走了。好，这个二人就走了哈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啊。那帮人还在睡大觉，对，是都睡着了啊。后面原因哈，哪那么多人都睡得那么沉呢？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神如果让你睡，就大家都睡觉，一点证据都没有，枪水瓶给人拿走了都不知道啊，就跟刚才被人割了那个衣襟啊的是一样的啊。好，这是第二次了啊。好，这又跳了几节了哈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大卫又出来跟扫罗讲，你看啊，有枪有水啊。扫罗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有罪了。”又讲一次啊，我有罪了。扫罗的医生讲了很多次：“对不起啊，我有罪了。”讲了好多次啊。我大卫，你可以回来，因为今日你看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不再加害于你。我是糊涂人，我大大错了。你看啊，认罪认得很彻底啊。他是王啊，他讲这个话不简单了哈。大卫就说：“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来报应他。我今天重看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”哎，大卫很正直啊，很正，在神的面前。扫罗对大卫说：“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”啊，也祝福他。刚才也是啊，愿耶和华以善报你啊，现在也是一样啊，愿
耶和华是你大大得胜，祝福你啊！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也回他的本处去了。好，这是两次啊、三次是两次，这个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，他没有下手。虽然是一秒钟解决，他也不敢下手，不是他胆子小，是他敬畏神。你现在清楚了啊？好，那么再问下一个问题了。这虽然两次大卫放过扫罗，扫罗有没有因此不再追杀大卫呢？那么第一次扫罗这样的表现，也许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安慰啊、哦，也许他改变了。好，到了第二次的时候，大卫就想，原来这个改变只是一时的，回到家又变了，又来追我了。所以第二次之后，大卫还敢不敢信扫罗呢？不敢。第一次他敢，他觉得他有悔改了。第二次他不再敢了，因为原来这个人讲完就算了，啊，下次又来了。所以大卫再下去，他就开始害怕。不应该害怕了，如果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害怕。为什么不应该有害怕？请注意啊，神已经等于找一个先知跟大卫讲得清清楚楚，将来你要做王，然后用膏油膏在他身上。如果我死掉，那做什么王啊？所以如果大卫相信神的应许，经过那么多日子之后，实际也经历神的保护，当然应该更有信心才对。但是人总有人的软弱，一看见人我们就软弱。讲真的，我们一看见人我们就软弱，我们看见神我们就刚强。最近我听一个先知了哈，这个先知的见证哈，他常常讲啊，他到天上啊，就看见很多的圣徒啊，那我就听听他在讲什么啊。他就讲啊，他在天上呢，他碰见这个叫什么，以利亚啊，以利亚我们知道是一个大先知啊。以利亚用天火啊，这个祷告神，哇，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祭物烧掉，啊，以利亚也是祷告主啊，有人来害他，他祷告主，哇，天火把那些人烧死，是吧？以利亚很厉害啊。但是呢，他在天上看见以利亚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啊，我是他讲的哈，这不是圣经讲的哈，要搞清楚啊，这是那个先知做见证哈，他说他在异梦里面，他上了天啊，然后呢就碰见以利亚，但是他却看见以利亚脸上有愁容啊。你看在天堂应该大家都很喜乐才对，是吧？哎，他怎么脸有愁容呢？然后那个先知就见证了，他说原来我们今生怎么活，我们活的那个生活的跟态度呢，其实是跟我们以后在天堂的那个表现是相连的。简单讲一句，如果你在世上你是一个很悲哀、很愁苦、很忧郁的基督徒的话，你在天上的时候也不会太快乐。啊，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啊，这是他讲的，我再强调啊。所以呢，他就看到他脸有愁容，因为以利亚所生活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，所以以利亚是一个斥责罪恶的先知啊，所以啊。常常为罪恶悲哀，啊，甚至那个时候，那个女王啊是拜偶像的哈，那个以色列的皇后是个拜偶像的哈，啊，这个啊带头来追杀他啊，好，所以他常常要奔，也是像他会这样逃难的哈，这个以利亚啊，所以他很有愁容啊，有一点忧郁症的感觉啊，虽然在天堂了哈，虽然已经抹去一些的眼泪了，然后呢？那个在异象中看到他那个先知呢，就说，哎呀，是这样子，那怎么样呢哈？然后这个以利亚就对他说，哎，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，这个人是特别喜乐的，比我喜乐一百倍，是谁呢？是挪亚，啊，是挪亚，就介绍他去跟挪亚有一点交通啊。所以这个先知呢后来就碰到挪亚了，哎，他看到挪亚
啊，对不起啊，不是银德雅，我讲错了啊，以诺，啊，我介绍以诺跟你认识啊，我们知道以诺在圣经里面啊，创世纪啊，是与神同行300年的，后来被神接去的啊，没有经过死就见主的啊，哎，他看到以诺，他跟着真的是，哇，看见以诺，真的是一个喜乐的人，非常的快乐，哇，满脸欢笑啊，但是请注意啊。以诺所面对当时的环境，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以诺过了没多少年，大洪水就到，啊，就证明那个时代，罪恶滔天到一个地步，神要审判全世界，对吧？好，但是以诺呢，却是很喜乐。那好，那现在为什么以诺能喜乐？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为什么以利亚有愁容？他也是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以诺呢就把他的秘诀讲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我虽然看到那么多的黑暗，那么多人心的败坏，但是我都不看这些事儿，我单单看这位主。所以以诺的特点就是与神同行啊。与神同行，我们说啊，要尊主为大。尊主为大只是一个讲法。什么叫尊主为大？就是说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第一件事你就先看主，你怎么来看这个事？碰撞车车祸了，主你怎么看这个车祸呢？哇，我遭遇损失了啊，我都要啊花钱来装这来修补这个车了啊，主啊，你觉得你借着这个事，你要我学什么样的功课呢？所以以诺的心目中神是最大，哇，神充满了一切，遇到什么事他先就转向神了。但是以利亚呢，啊，就没他那么属灵了。我们都知道哈，以利亚那个很多的怨言呢，如果你读啊这个列王记，你就看见了啊，他啊说，哎呀，我那么爱主，你看哦，这个就那个又这样子，那个又这样子，那么多人拜偶像，哎，只有我一个人爱主。如果你好好去看《列王记》啊，这个上啊第七章啊，就看见这个以利亚是一个哇，觉得自己很爱主，哇，我这个世界那么黑暗，那我就要站起来，哇，为主做见证，如何如何，把自己也看得蛮高的啊。哎，他们两个的分别啊，你看读圣经就知道啊，一个是完全与神同行，什么都看主，你比一切都大。我遇到这些都算不了什么，我只单单的依靠主。我没钱，我问主。啊，我儿女不听话，我问主。我人心诡诈要害我，我爱主。所以有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说，我们都很喜欢鸡，是吧？鸡可以吃鸡肉，也可以吃鸡蛋，但是请注意啊，鸡也拉屎的。那你会不会吃鸡屎啊？也不会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喜欢鸡就喜欢它拉的蛋，不喜欢它拉的屎，对吗？基督徒也是一样啊。基督徒都在成熟的阶段了啊，所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啊，他都有属肉体的部分。刚才讲扫罗跟大卫是两个人，如果把扫罗跟大卫合成一个人行不行啊？他等于是一个王的两面，你听说行不行啊？所以我们有我们属肉体的部分，但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还有很多肉体的部分缠着我们的，是缠着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信主不是整容前、整容后一切都变了，不简单了，不是那么简单了，还是有很多旧的观念缠着我们这个人。所以，我们一生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把肉体一点一点的磨掉，借着十字架或者借着艰难的环境，把它磨掉。所以我相信大卫，如果他不是经过13年被追杀的经过，也许他马上一做王受膏，马上大家俯伏在地，愿王万岁，像扫罗一样的话，大卫并一点都不比扫罗好啊，你知道吗？大卫后来也犯了很多罪，比扫罗大很多，但是大卫有个特点，他尊主为大，一犯罪马上向神认罪，俯伏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大卫写的诗篇啊，当然有点夸张，他说我哭啊，我为我的罪哭啊，哭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我的床啊都被我的眼泪飘起来。那当然没那么夸张，但是最少证明他哭得很厉害，对吗？大卫是一个
罪犯了罪，他为罪悔改痛悔的人。但是扫罗呢，我们看见他向神有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但是他有没有向神有这样哀伤痛悔的心呢？我们看不见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所以呀，借着扫罗和大卫，一方面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两面，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两种的基督徒。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属灵的基督徒，很多属肉体来逼迫我，好像你没有肉体的样子，千万不要这样认为。我们都在过程之中，一点一点借着受苦被磨掉。神不愿意我们受苦，但是受苦是可以拔我们很多的旧思想，就所谓肉体的部分，把它磨掉，一个最好的方法。但是扫罗他有很多机会磨掉，但是他没有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关于亚玛力人的故事我以前讲过一点点，不再讲了哈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哈。大卫等于是留恋肉体，他爱他的肉体，然后最后他被肉体杀掉啊。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扫罗是怎么死的。好，感谢主哈。这是哈，这个大卫慢慢他成为一个爱仇敌的人，他因为尊主为大，因为重看神的缘故，这个才叫真正的敬虔。他成为一个爱仇敌、原谅仇敌、啊放下啊这个尊重神的受膏者的人。同样，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尊重所有的基督徒，虽然有一些人我们不以为然对他所做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尊敬他啊，这个是很重要啊。好，这是下个礼拜的背经。现在看到大卫在另外一支战士上面啊，他定了一个规章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来读一下啊，撒母耳记上30章了啊。大卫说：“弟兄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，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”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啊，简单啊，就一次的战事。有些人太累了，休息下来。有一些人说我们继续打，那好，那些打胜了之后，那些继续打的人说：“哎，我们辛苦的，他们在那边休息，为什么要分给他们？”大卫说：“不行，神祝福我们，神是公平的啊。所以因为他保佑，是讲他啊，不是讲人啊，就讲神了啊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”大卫真的每一件事都思想神的，不是说因为我们勇敢，所以呢我们把敌军打败。是因为神保佑我们，把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你有没有看见？你今天赚很多钱，你有没有看见钱是神给你的？还是因为你精明、你厉害、你脑筋快、你英文好，所以你赚的钱多？你想想看。我们讲当然说啊，神祝福，但是我们里面怎么想呢？就看你把钱怎么花了。你把钱全部抓在手里说哦，那就因为是你赚的嘛，那么辛苦当然不能给人，是吧？但是如果是神给你的，那你给出去就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奉献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这是大卫，他真的以神为大啊。所以分掳物啊，就分钱的时候啊，大家平分啊，这个是一个律例规章啊，这个就太好了啊。就是下一次我们背这一段，感谢主，我们有点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看见借着大卫的故事，我们真何等的盼望。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有很多的肉体过程之中，主你借着受苦，我们学习不埋怨，来思考主你借着这样万事效力来帮助我们得益处，慢慢的我们就能把啊这个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就磨掉啊。主啊，主啊，不要我们一直像扫罗一样的下场。谢谢你主啊，我们的前途都是做王的，但是是在荣耀里来做王，还是羞羞惨惨的来这样做王呢，就非常的重要。
主你帮助我们，借着撒母耳记、上下这两卷书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属灵上更往上进。祝福我们面前的食物，祝福我们的健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感谢主。